网友就说嘛，啊，干剩饭干的真好。你看这个胖是压力肥，刚才导演说压力都在导演这儿，真的真的承担了很多的压力，所以他在监视器前经常是坚果啊、干果、各种水果，他就吃吃。有时候我这减肥不敢吃，我当时去蹭点儿。